可爱的开场表演，为花莲县吉安乡北昌快乐农场揭开序幕。啊，你带两张，哎，你要两个人了哈。近4000平方公尺的农地，原本为休耕的私人土地，吉安乡公所将它规划成乡亲友善农园，开放民众认养种植，体验农务生活的有趣。我们不知道我们买的菜到底真正的有没有说撒农药，或是说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比较可以说很安心的吃，利用这个休闲的时间晒晒太阳。利用废弃轮胎制造出具有特色的装置艺术，物命的延续为农场增添了色彩缤纷的样貌。目前我们的轮胎去化有一些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去化的问题转换成社区的那个美感跟视觉的建设。我想这个就是生活的装点跟环境的创意在其中，这样休闲的乐活环境，透过友善绿地、食农教育向下扎根，共同为生态环境尽一份心力。台视新闻黄孟金、刘宏志，花莲报道。